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我也要。哎呀，容谷子的显图，像不像妖？像不像妖？哎呀，你们很有眼光。这容易也太好看了。如月，便宜卖给你啊。行行行，好好好。哎，慢走啊。啊？是我疯了还是世道疯了？ 这种白面小书生，我一拳能打3个，居然这么受追捧！哎，怪我，怪我，这么多年没待在京城里，才让我老贺家这么低调。什么人都能越过我贺家的三位哥，还第一公子，也配？报，将军家的三公子在营门外求见，但他带了一位女子过来。 千户长派我来禀报将军。侯廷，混账东西！怎么这么烂？把套路给我！不对呀。 我怎么感觉还可以呢？肯定是你在五华山吃虫子吃多了。让你，你吃谁家姑娘的东西呢？你啊，吃谁家姑娘东西了？爹，我叫你，你混账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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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年你才来五华山看了我，今年你就不见你闺女了。 哎呦，乖乖呀！来来来来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哎呦，我的乖乖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想死爹了。嗯。哎呀，来，让爹看看。哎呀，真是女大十八变，一年一个样啊！你要是再不回来啊，爹真认不出你来了。师傅跟我说，我已经完美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也没什么好学的了，就让我下山了。 哎呀！但是我总是觉得他是骗我的。这些爹都不关心，你的医术学得好不好，武功练得高不高，爹才不管呢。嗯，反正你病治好了呀，你尽管回来啊。嗯，爹，有你这么打儿子的吗？打你怎么了？该打，让你不好好练功。你但凡把功练好了，我能一脚把你踹成那样啊？就是。 这是给你个警示，是不是啊？警示！你明年不是要做金吾卫吗？你还不把身板好好练练，像什么样子？对。哎呀，在山上吃苦了吧？想吃啥？爹带你解解馋去。我要吃贵的。哎，好。明天也要，后天也要，大后天也要。咱们天天都要啊！咱们吃饱喝足了之后啊，爹再给你置办几件像样的衣裳。 好不好？走。哎，对了，你就别去了，你去把驴喂了啊。在那儿呢。啊，我感觉我好像是个马夫。不对，不对，驴夫。撑死我了。哎，贺老爷来了啊！贺老爷来了，随便看看。咱今天挑点啥？丫头，看看。 随便挑，哎，这种呢，这种喜庆，嗯，包起来。得嘞，贺老爷。哎呀，娘，我听你的。嗯，好看，就是好看。不错。怎么了，爹？哎呀，就这个了。有些感同身受啊。 舍不得呀，好看，闺女，好看。爹是想到了我出嫁的时候啊。嗨，以前你不在家的时候啊，爹对你是牵肠挂肚啊。如今你学成回来了，爹也不知道能留你在家多久啊。怎么会呢？我可是要陪爹一辈子。哎呀，傻丫头。再亲的女儿也是要出嫁的。
可这一出嫁呀，好像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才多大点儿啊！爹，该不会是……你不知道，在你刚出生的时候啊，家里就给你定了一门娃娃亲。哎，如今那公子也是一表人才呀，为人也是端方正派。 人家一直守着这份约定，就等着你学成归来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如今你也回来了，又是婚娶之龄，这桩婚事啊，怕是迫在眉睫了。是，是什么？谁啊？和你定亲的，是占星馆荣家的少馆主，荣誉。 贺九龄，终于等到你回来了！真香啊！好香啊！太香了！肉包子，真香啊！这肉包子，你看那包子，看着太香了。肉包子，做梦都不敢想啊，居然还有肉包子！ 你说这善人真是菩萨心肠啊！是啊，真香啊！听说这个善人还是个女善人，慈眉善目的，那不就是菩萨下凡吗？多亏有他呀，我们有救了。是啊，听说这赈灾营早就下来了，可是怎么连个影子都没见到啊？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看，那就是大善人的马车哦。 就是他，买那么多包子。刚刚上楼的时候啊，我偷偷瞅了一眼，长得就跟那天人下凡似的。戴着面纱你能怎么瞧着？这也看不清啊。说不定是个丑的。我说啊，咱二人别看了，这要是被人发现就完蛋了。哎，你们已经被我发现了。人家姑娘戴着面纱，就是不乐意被你们瞧见样子。 姑娘，就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长得美，长得丑，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，轮到你们评头论足。是是是，哎，还有你，居然敢骚扰客人！姑奶奶，没骚扰，是啊，都滚，哎哎，回来，给我烧壶热水，送到我房间。好，走走走。 水换多过去，就是啊，给钱吧，给钱，您是大善人，多给我们点钱吧，不给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哎，对，不走了，对，不走了，兄弟们，有钱了，这么多钱，现在可否让路了？我们要看看车上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玩意儿。 走！哎，你们这些人贪得无厌的刁民！
你这个小丫头，凭什么管这么多啊？ 凭我法号悟空，能送你上西天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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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还有谁想试试啊？谁？啊，你啊，来试试。啊！还给他们，还给他们！交给你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滚！多谢姑娘相助。不必不必，一来呢，我遇到这种事儿不可能不出手；二来啊，我吃过你们家小姐发给灾民的包子。什么？小姐？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商州。商州？商州水患这么严重，一路上还有这么多匪患，你们连这么几个人都招架不住，怕是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马车里那位小姐，你乱喊谁是小姐？我华山下来，不如我们一路同行吧。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你这两个伙计都是吃白饭的，中看不中用。你说谁？不如就让我护送你吧，不然就不是我贺九龄。对了，我是京城贺家贺良之女贺九龄，小姐大可放心。我去签一下我的坐骑啊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贺小姐姐用的蝴蝶兰香，味道真别。他说他是贺九龄。公子，他好像把你当成小姐了。本来商州之行，便不可暴露身份。既然坊间也误传，那便将错就错，就让他这般认为好了。是是。朝廷发放的赈灾银怎么还不下来呀？是啊，你都这么久了，连个影儿都没见着。我问一下路啊。是啊，这是不给我们活路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这可没法活了。哎呦，这该怎么办？说。来，你的。哎呦，谢谢！来，哎呦，谢谢！哎呦，大恩人呐，谢谢啊，谢谢！是吧？谢谢，谢谢好人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呀，谢谢！贺姑娘哪里不舒服？就是突然有点累。来，公子，我打听好了，这距离商州就一个时辰的路程，咱们抓紧时间赶路，天黑前一选就到了。谢谢，给你的。谢谢，别噎着。今夜在此歇息。明早赶路不迟。谢谢。啊！赈灾银果然不是被大水冲走，是有人从中作梗。等去了商州，想必就能查看得清楚。公子，公子，这镇上的大夫大都被召去了商州，剩下的几个也在照看重疾的病患。他若知晓我不是所谓的姐姐，会不会生气呢？
香的味道，是姐姐吧？啊！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舒服了，这几日风餐露宿，日子都乱了，什么都没准备。哎，你有没有约师大？公子，公子，和善，你知道有没有卖？卖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不是带了两件没穿过的新衣？是啊，公子。拿来，然后问店家有没有干净的棉花，如果没有，就去外面找人买压箱底的新棉衣。啊，对了，再找一趟针线来。是，公子。这些都找齐后，是给谁？给我。这个镇子就是商州了，咱们就在这儿分道扬镳吧。贺姑娘不是去商州吗？是，可我今天身子还是不太舒服，不是很能赶路，就不拖累你们了。姐姐，别忘了之前乞巧节的约定啊！啊，还有红糖水很好喝，姐姐心灵手巧，我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么舒服。那贺姑娘，我们暂且别过。哦。这。真不是我不帮你办，是那荣府比咱们将军府还难进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而且，你干嘛呀？快走走走！今天怎么碰见他了？而且经我查探，荣誉的宅院在荣府的最深处，埋得跟个藏宝阁一样。纵然我武功盖世，也没办法进去偷你的婚书。这屋子你进不去，人你还逮不到吗？你不知道先逮住他，给他揍一顿再说。谁没这样想过呀？我能，我早上了。贺姑娘，最近还有人收你保护费吗？自从您出手以后，再也没有了。
我这一点新茶，您拿着。哎哎，不用不用，这上次你送的还没喝完呢。哎，这是茶钱，谢谢老板啊。你，九龄，九龄，就喝碗茶还给钱？我觉得我可以伪装成小杂役，先卖身进荣府，潜伏个一年半载的，这样应该就能进得了荣誉的身。要你何用？我都替你卖身了，你还数落我？谢谢你出的馊主意，我很感谢。不必了。哎，贺姑娘，您来了。这果啊，都是今天早晨刚摘的，新鲜的很。我给您装一些。嗯，不必了，付钱。哦，哎，老板，来。哎哎哎，不成不成不成，我不能要。哎，九龄。哎，不过九龄，我好歹帮你办了一件事儿，你让我每日分批加到荣誉饭里的那瓶药。嗯，成了。哼哼，我实在靠近不了后厨。但都按时按量倒到护院的马槽里了，看我毒不死给荣誉拉车的那几匹汗血马。怎么样，我狠不狠？贺三儿，贺三儿，以后呢，咱俩就是同父同母的陌生人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这娃娃亲又不是我定的，跟我闹什么别扭？再说了，这荣誉才智无双，自荣冠绝天下，我这段时间看着吧。确实才智很一般，长得又很小白脸，一点都配不上你。没错，我贺九龄的夫君那必须是驰骋疆场、打马千里江山万里江河的好男儿，怎么会是一个只会混皇粮的神棍呢？对，退婚的事儿我决定亲自出马，谢谢吧你。哎，哥不用谢，你想怎么办哥帮你。阿腾，九龄，嗯，走，怎么样？好手艺啊！这马的毛色的确比以前亮了好多。我先试试。哎哎哎，你小心点儿！哎哎，唱！哎哎，九龄，怎么自己跑了？贺九龄，小心点儿！嗯，放心吧，货真价实的。伙计，哎，来了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啊，您来一个。嗯。啊。公子，他又闯祸了。快了，这次贺三公子没跑到府里来查探，是贺小姐自己来了。贺山，去吧。你是不是瞎呀？哎呀，怎么下去啊？这几个意思啊？Thank you.
该是九灵下山的时候，就让玉儿去府上拜访的。但你也知道，这占星节将至，无暇分身。九灵下山之事，我还未来得及跟他提及。哎，不急于这一时啊！何人？什么人躲在那儿？站住！贺将军，快往哪儿跑？贺将军。荣誉啊！哦，你们荣府混进了一个小毛贼，我正要追过去看看呢。贺将军来荣府做客，这种小事怎可劳烦将军亲力亲行？捉人西搜府内，定要抓到小贼。是。抓住小贼，抓到姑奶奶我试试，半点本事都没有。哦，灵儿回来了。嗯，这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嗯，没事，饿的。真没事啊？别总跟秋婷在外面闹。今早宋大人过来与我告状，他那侄儿在花楼。花楼？花楼怎么了？你把人吓到不敢出门了。前几日你扮男子闯花楼，不是误入房内打断了一场大戏吗？还没怪他，害我整睁眼呢。来，哎，真是奇怪。你得罪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，除了这宋大人，竟然也没谁找上门。说明他们也知道自己欠锤。难道不是吗？好了，这事到此为止，下不为例。嗯。这是你嫂子亲手给你做的兔子包，尝尝。来。我试了好多次，才做出来这么几个，你大哥都没有呢。可爱吗？嗯。大嫂，你总是把我当小孩。不过这个小兔子真的好可爱，我很喜欢，我都舍不得吃了，我要把它留起来。你不吃我吃，真好吃。啊哦，嗯，爹。爹，爹，你回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要在荣府用膳呢。荣府正在忙明日占星节的事儿呢，我也不好啊，叨扰太久了。爹，我想去。你去干什么呀？你又不信占星，你想去捣乱呢？怎么会呢？你还怎么会呢？你是爹的种，你眼珠子一转，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不许去啊！对了，今日我又见到荣誉了，我更加确定了，此等良人难寻呐。所以，灵儿，你和他的婚约没得商量啊，免得你日后后悔。
还是今日亲生，我就信。管他是家人第一公子，还是沾身管少管主，我就是不喜欢。别胡闹了！我没胡闹。灵儿，像荣玉这么好的夫婿，论品行，论长相，这世间无人能比，错过可就没有了啊。 反正别的事儿，爹可以纵你，这件事儿绝对不行。哼，哎，九灵，这我也没说什么呀，怎么就生气了呢？宗明，赶快吩咐后厨做几样小姐喜欢吃的，送到房间去。快，哎，以后吃饭的时候都不要说他。 啊，是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啊，都把他看紧了，尤其是明天啊，别让他去占星节闹去了。等占星节过后，我找荣大人，赶快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了，免得节外生枝。的确如此，但长幼有序。 二弟、三弟也该成婚了，不过还好，清行就要从北地退守回京了。嗯，到时候和秋婷一起找一个合适的人家，把婚事给办了。想来清行是不会反对的。我反对？反对无效，吃饭。爹，你们不能为了让九宁尽快嫁人，就这么随便对我。来，给我盛碗汤。哦。 爹，我在跟您说话呢，你看看我。相思成行。
宿命喧嚣于纸上，最烈的酒最难忘，情到深处不可逃，回眸有你守候，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，我轻轻抚琴的一个想你的过客，原来相思